地址太复杂，外送员黑人问号。订单上面就写说，啊，我家在几巷跟几巷的中间，那个巷进去之后，然后倒数第几间，然后哪个门什么门的。你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呢？大强又要生气啊！找不到地址，我跟你讲，别大叫，不翻译，不喷打，他们随便听到我声音就会自动出现在我门口，他们直接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怎么找？要到什么时候？有活十倍。今晚九点，同学来了。